今天的训练圆满结束了，很累。今天玻璃丹他们刚刚回来第一天，然后他们的 condition 在调整着，所以可能这个星期星期六啊，可能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再过来 sparring， 然后今天也是用完了完全的力量啊，就完了。现在肚子很饿，想要去吃个午餐，然后回去睡个觉。OK， 记得把这个影片 share 给你的朋友看，OK， 不要再问我几时sparring 玻璃丹了，OK， 我已经开始 sparring 他们了，OK， 拜。